嗨，女侠。Hello， 你是来干嘛的呢？我过来撒幺八自驾游的。你在这里干嘛呀？我是过来找牛的。牛呢？一头都没有。牛被狼吃了，过来找它的骨头的。找骨头？那我帮忙给你找嘛。不用不用，谢谢了。啊，好吧。哇，这景色真好。小姐姐，这里有你的骨头，这里我看到那里好像有一个。啊，这里有个骨头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是不是你家的牛？女侠，哎，女侠，你看一下，就这个骨头是不是你家的？哦，是我们家的。那这个也没有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你家的？因为我们整个村的话，这几天只有我们家的丢了一个牛，肯定是我们家的。那这个还要不要？还是肉都没了？那当然要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用这些可以报保险的。那你这个怎么拿回去的？就我自己抬回去吧。反正马上呀，你这个傻不傻？不行的，特别胆小，他会怕的，不行。害怕是吧？对的。那我帮一下你吧。那就谢谢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跟你抬吧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你带路哈。可以的。小姐，那我就准备走了。我们进去喝杯茶吧。不好吧？没事的，我们进去，先去洗个手，然后去喝茶。那行好吧。就直接这样是吧？对对对。我简单洗一下好了。对的，还有忘了问你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杨错。杨错是吧？对的。你进去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你们怎么这房子也？你不是说刚才说你是牧民吗？为啥你们的房子也是这种呢？因为这是我们冬天的话会住房子，然后一年四季的话就不会，不同的牧场，然后夏天要搬到山上去，夏天、秋天都会在，山上搭帐篷的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嗯。哎呀，记得嘞。扎西的那带一哈达是吧？对对对。对啊，你们这些是什么？这些是牛皮做的袋子。牛皮啊，是你们那个牦牛皮吗？对的，我们自家的牦牛皮。啊，这里面装的是啥呀？这么里面装的都是青稞，就是做毡帽青稞粉。对对对对，走，我们青去那边喝茶。哦，好好，你们这里，好像每个藏民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些摆件哈。对的对的，都有的。去那边坐吧。哎，好好，行行好，哎，好好，哦，好好，差不多了，谢谢。我感觉你好高啊，你有多少？你有多高啊？我有168。168，我一只手接了哈，一只手接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再喝一口。你干嘛呀？这是啥？牛肉啊。这是那个牦牛肉是吧？牦牛肉，对的。哇，这个是熟的吗？是生的。生的。没事的，吃嘛，我就怕你，吃不惯那个糌粑。哦，确实，我尝一个吧，尝一个吧，生的我不好吃不来。没事的，吃嘛，我们这边都是会吃生肉的。真的有点吃不来，不过还感觉也可以。你那个酥油茶喝的习惯不？酥油茶还行吧，感觉。如果不太习惯的话，我们就去挤点奶吧。啊，挤牛奶是吧？对的对。夏天的奶听他们说最多哈。对的对的，现在的话奶不多。行，差不多就行哈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么多还有碗。对的对的，尝一下哈，谢谢谢谢。我去给你做点锅料啊。是锅里啊？对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好吧，你们平时做饭是在这里是吧？对。暖和多了这边。阿哥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扛袋牛粪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好吧。这些都是是吧？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！哇，这么的瓶子都是你扛啊，这些啊？对的呢，对的，因为外公外婆年龄大，然后这些重活的话我自己干吧。太棒了，太厉害了，那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先。那你前面走吧。好的好的。那我怎么没有看到叔叔阿姨啊？然后叔叔阿姨在他们自己的家里，我是从小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。就是舅舅家是吧？对的。就很小的时候吗？就我外婆跟我说过，就几个月的时候，就是她就把我那个时候开始就把我养大的。我有六个弟弟。但是，应该是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行，上学那些的话，就是因为是牧区嘛，特别难的。因为要上学的话，要骑着马去的，骑着马，然后要送到学校又回来，那些都特别难。那你恨不恨，爸爸妈妈？我觉得不恨，就是我觉得在，
外公外婆这里我还是同样收到了，我觉得他们就是跟我的父母差不多，收到了所有孩子都能有的那些爱，反而我觉得和我很幸运。然后哦，现在我大学毕业了，但是我外公外婆还是让我去读研究生，然后特别感谢他们。放的是盐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就再把它放上面。嗯，这个你说叫什么？这个叫锅嘞。锅嘞。嗯，对的。我感觉就是个大饼子。看一下，糊了，哎呀。阿哥，别说了，我们去客厅吃饭吧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去车上拿个氧气，我感觉你胸闷，可能缺氧。我听说，我们这边吃糌粑的话效果好一点，我们去那边吃点糌粑吧。哎呀，别了，那个我上次还有人说用那个可乐，我去拿氧吧，好吧。好的。阿哥，你好点没有？哇，吸一下就好了，吸一点。那就好。嗯，吃点冰吧。啊，好，我吃点冰，可以，行，谢谢。然后上面弄点酥油的话。还要放点酥油是吧？对的呢。就这样包起来是吗？对的，对的。是，好，谢谢，你吃点嘛。先你吃，没事。嗯。然后再吃点肉的话，好吃的。这样混合起来哈。嗯。嗯，好。嗯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是的。阿哥，你尝一下糌粑嘛，这个好像真的有用，真的管用是吧？对的。哦，这太大了，我尝尝。你自己吃点嘛，自己吃点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对了，杨处啊，我听说像你们这个牧场啊，这个结婚他们都是自由的，然后也不办酒席啊，是这样的吗？因为我当时在礼堂是这样听说的。我们这边不是的。哦，不一样。嗯，要办酒席的，然后酒席那些的话，特别浓重。还浓重？对的。那是不是这个彩礼也很贵的？不用彩礼的，就是群里到时候也不要彩礼的。不用彩礼的，反而你那个女方的话嫁妆特别多。倒贴的。倒贴的。对对对。牧区这边结婚的话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？特别的习俗的话，如果这个女方的话要去男方家庭的话，然后女方的家庭会请很多个她的亲戚，比如说要，我们听说我们村上，去年请了一个，40多个她的舅舅和她的亲戚，然后请他们去那个男方家庭，然后送她出嫁，送她出嫁，送她出嫁，然后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全部骑马去吗？对的。肯定骑马啊，牧场的话不骑马怎么去呢？每个人都骑马去啊？对的对的。哇，那很壮观。而且马鞋也要那种，把它打扮得特别好的那种。那伴娘有吗？像这些会有伴娘伴郎？有啊，伴娘必须是他姑姑。必须是姑姑？嗯。要几个姑姑？只有一个就可以了。一个。不能是他的姐姐或者是妹妹，然后就是跟他没有亲属关系的那种是不能的，只能是他姑姑。那结婚的能行吗？还是说没有结婚的？结婚的都可以，结婚的可以，但是不能是那种离婚了。哎呀，我们汉族的话，必须是没有结婚的，那种单身小姐姐才可以啊。可以是。而且我们要请个5个8个，越多越好。你们这边就一个是吧？只能一个。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。那像你的话，会不会，跟汉族结婚呢？那个就随缘吧。随缘。嗯。我外公外婆也不会跟我说什么的，必须要跟一个藏族人那种，然后就随缘吧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可以了。阿哥吃的怎么样了？挺好，牛肉也很好吃，然后饼也很好吃，吃饱了哈。你对了，你像你们都有很会唱歌跳舞哈，这边。我也会，但是因为就是前段时间我的大外公去世了，然后这次的话不行，我下次吧。就是这个时间段不能跳舞，可以的，那下次来。没错，我准备走了，然后剩下有几箱奶给你捡回来了。今天让你们破费了。没有，不用那么多的，不用那么客气。那我就走了哈，下次来。阿哥，你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家的藏茶。那你干嘛呀？就你拿走啊。我不要，这太贵重了，开玩笑。拿走吗？我走了，走了。真的不用了。拿走，没事的。真的不用了，拜拜拜拜。阿哥，拜拜。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慢点，慢点，有水，有水。哎呀，有水是吗？你没看到吗？哎呀，真的是。来，把窗户摇一下。你咋开车的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你是杨处吧？对的。你没认出来我吗？
一点个啊？对，刚才溅了好多水在你身上吧？嗯，还好，我还以为是哪个缺德的人开的这么快。行行，那我下来跟你说吧。哎呀，你是去哪里啊，杨春？背点柴火回家。那我送一下你吧，因为现在羽毛山下大了。嗯，不用，这个很臭的，你车子那么好，会弄脏的。没事没事，走吧，刚才都给你弄得这么脏，好吧，咱们走吧，我送一下你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走吧。你是不是没认出我啊？你不叫我的名字，我都没认出来。好久没见了吧？咱们有嗯，去年我们下雪的时候见过，记得这么清楚啊、嗯！你这次是来干嘛的呢？哎，我是想到对面去搭个帐篷，想去看一下那个流星。哦，现在来的人可多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只能搭帐篷了。那正好，我们准备走吧。哦，好的啊，走吧。哎，杨川，我就准备走了。都到家门口了，我们进去喝个酥油茶。不了不了，因为现在还下着雨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我想去山上找个场地嘛，搭个帐篷，因为刚才去了好几个地方，都太贵了。要不我把东西放了，我们一起去，我是本地人，好沟通。这太麻烦了，因为下着雨啊。没事的没事的，你们等一下啊。啊，好吧好吧。杨柱啊，你刚才怎么谈的？两个帐篷只需要50块钱啊。我是谈判高手，你不知道吗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我骗你不成。咋还没好呢，去看一下。悄悄帮我垫了100元。好了好了。啊，好了吗？多少钱啊？你等会给他50块钱就可以了。只有一个睡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平时出来那个啥露营的话，就一个睡的。然后如果太冷的话，我就让我兄弟过来，我们两个人挤一挤，互相取个暖。没事没事，我给你抱个被子过来。突然想起我妈妈说过一句话。怎么了？我妈妈说，一个家如果没有女人的话，那就不叫家。对啊，我们女孩子可会照顾人了。那我们去拿个被子吧。啊，行，好吧好吧。一点哥进来吧。哎，好。我给你献个哈达、啊、哎，好的，扎西德嘞，去吃饭，舅舅已经把饭做好了、啊、吃饭啊，嗯，好吧，做的是啥呀？这个做的是火锅。哇、哦、真的，你们平时不都吃沙妈吗？我怕你们吃不惯。哎呀，真的你太用心了。吃啊吃啊。那舅舅呢？舅舅出去忙了。哦，好吧，今天辛苦你们了，做的太丰盛了。哎，我一直有个问题啊，我在网上看、嗯、你们藏族不是不吃米饭吗？会吃啊。会吃的是吧？嗯。哎，好吧，晚上有空吗？有啊，那我可以邀请你一起看流星吗？你们只有两个帐篷，怎么看呢？那我们挤一挤不就好了吗？嗯、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我让我兄弟睡村里，那不就有了吗？那样不好吧？那你是有对象了是吧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相亲，没有找到合适的。那要不咱俩试试？因为我这次来就是想上门。不是，我是要嫁出去的。哎呀，我明白，这算拒绝我了。不是啊，有缘躲不开，无缘碰不到。哎呀，兄弟，我们去抱被子吧。好吧好吧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拿点东西啊。杨春，在这里，我给你提了两盒茶叶，我自己加的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不用那么客气。收下吧，因为我也没想到碰到你啊，也没啥的啊，收下一点心意，好吧。那谢谢了啊，我们去拿被子吧。哎，好，行。